新北市长庄国昌、新竹市长苏贞昌、新竹县长林佳龙、新竹县长陈其迈、新竹县长苏贞昌、新竹县长林佳龙、新竹县长陈其迈、新竹县长苏贞昌、新竹县长陈其迈、新竹县长苏贞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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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新
他们在医院里面，除了运动聚餐和助理零距离，培养默契。而同样医师背景的苏清泉，福利很务实，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医院去见诊医生，顺便到我们地方去跟我们助理做相聚的时候。 强人作战，绿营这头也讲求集战力。郭玉群找来民进党中央幕僚张雅琳则俨然林静怡团队，而除了福利外，薪资当然也是关键。先和立委叶元之开出3到4万真助理，而刚找到法案助理的王宏威，同样给出4万起跳待遇，但前提得具有国会工作经验。除了薪资之外，我会发给包含奖金以及还有加班费。那么。 我希望让在助理能够提供一个让他们觉得很好的一个发挥的空间。有的高有低嘛，有的也是4万多以上，那主要就是看这助理他的经验，跟他。 就是工作的这个能力。根据了解，没有国会经验的助理起薪大多落在35000元，至少带过半届以上的助理，薪资可从4万元开始喊价。行会期立委抢助理，薪资、福利和工作环境都是诱因。三十分钟，陈时川台北采访报道。